的时候啊，在下面不可以动嘴巴哦。真的受不了的话，等别人弹完，我们就走出去，好不好？OK。 好，我们请肖玉茹，请给他掌声鼓励。 Thank you.
好，谢谢玉如，第一次表演就第一首，非常好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欢迎林巧云。 谢谢，谢谢小林。接下来欢迎侯玉凡。 谢谢，非常精彩的演出。好，接下来请林以谦准备，林晶晶上台。 请各位尽量不要走中间走道，因为那边有那个录影机。
저는 실제 진심으로 하겠습니다. 以前呢，他今天为了这个节目准备了一个帽子，他说这个帽子叫做顾拉多帽。我请你准备，准备上台。等一下啊。那我们欢迎林以谦。 Thank you.
Thank you.
庭，请张晨瑞准备。
谢谢陈瑞。接下来林晴典，请林宏佑、刘芷彤、刘雨婷准备。 Thank you.
谢谢黄佑文。下一位，请刘梓彤。陈嘉颖，请准备。Thank you.
迎林小鹏。Thank you.
下一位请林卓轩。云谦、张玉玲，还有李彤颖，请准备。
我们欢迎林子欣，请许富浩、钟杰林准备。
轩还有杰林准备小提琴。杰林，张晨佳，请准备。
迎钟明轩。Thank you.
位请刘成宏。
准备。下一位，请赖觉成。许哲雅准备，下一位张永宁。许哲雅，请杨承恩、杨怡玲准备。
泽雅玲。下一位，请林佩瑜小朋友上台。请准备。好，谢谢怡琳。下一位，请赖觉成、王颖珍、黄乐，请准备。
首《学堂》的是老师精彩的演唱。下一位是王以真小朋友。请求和平准备，下一位张燕欣。
位陈和廷。
好，谢谢嘉豪跟玉璇老师。那我来看看还剩多少人。谢谢留到最后的观众，还有所有的演出者，还有所有的老师们。我们今天活动到这里结束，谢谢。